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将我们所拍摄的照片像放电影一样查看，就像这样。如何制作呢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需要打开微信，我们在发现的界面里找到小程序，在搜索栏当中搜索彩视音乐相册，我们点击，点击之后我们直接点击右下角制作相册，我们点击，我们在最上端添加照片，从相机当中选择，上传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在每个照片去编辑文字，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，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相册的模板，比如说变换，我们点击右上角的小圆点，同时我们还可以在最上方添加音乐，比如说我们选择舒缓的，添加完之后我们直接点击右下角的生成相册，我们可以看到最上方它正在上传，生成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发送到微信或者是朋友圈，我们点击一下效果，在下面查看，它会形成这种动态的效果，非常的漂亮，由远及近，是不是非常的好玩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再见。